近八成未婚男想被追，台妹主动出击唔做剩女。败犬女王唔止得佢，喺台湾足足有61万个30到39岁嘅未婚女性。台中市政府调查发现，喺500多个未婚嘅受访男女之中，近八成男仔都话：我想俾女仔追。追唔追佢好呢？台中市副市长蔡炳坤仲话：现代织女追牛郎都唔系啲咩新鲜嘢，何况女追男隔重纱啫。有心主动表白，就要拣啱地方啦。浪漫气氛包围之下，话唔定成数都高啲㗎。